跟我来哇！我们每一天啊都会想要吃一些点心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现在的孩子们呐、啊，他们吃的点心是什么呢？蛋糕、面包、饼干。如果说你让孩子们吃阿嬷做的传统点心，他一定会跟你说：“哦 ，no， 不喜欢吃。”怎么样可以吸引孩子，让他们爱吃呢？哇，今天我们的特别来宾刘继明，他很少吃到我们台湾人的传统点心，我们就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们的小黑师傅李耀堂，看他能不能够吸引我跟刘继明两个人。大家跟我一样，都常常看到这个刘继明在大爱剧场里面非常精彩的演出，这一演也很多年了呢。对啊，有演过多少戏？俗饭不及备菜哦，好厉害哟、哦！各种角色，对不对？对。但是呢，都是一定是很正派的，然后师兄，对不对？而且台语说得好好哦。也是学嘛。啊、你是一开始就会讲吗？当然不是，因为我爸妈也都是外省人。所以听说你是眷村小孩。对，我是眷村小孩。所以说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传统的点心，那传统的点心都会放在就是说从大陆来的那些点心，对不对、嗯、那真正台湾很台的传统点心接触不太到，因为住在眷村里面很少有机会可以接触到本省的点心。对对对，像我们家也是这样子哈。那我们今天的这个小黑师傅呢，就要来教你，教你，太好了。But 是什么传统点心呢、啊？贵，贵，贵。你敢知什么叫贵？哎，花贵。花贵。花贵嘛是贵。超花贵。哎，低贵。哦，贵菜头贵，对对对，这贵来哟、哦，是不是那个、嗯、啊？到底是什么贵？贵什么鬼？你到底请问是什么鬼？我们今天要做一个红黄双子贵，红黄双子贵。哎，这样听起来好像比较有一点不一样哦，而且感觉还蛮高档的。哎，这个我就有兴趣喽、嗯。好，那我们大家也仔细的学，因为小黑师傅绝对不会做很传统的。好。那很适合我们年轻人的口味，哎，哇，那是年轻人啊！好，那我们就来一起看一下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跟调味料了。红黄双子果，材料有火龙果泥100克、南瓜泥100克、糯米粉200克、松子50克、香菇素皂30克、大头菜丁50克、香菜30克。调味料有盐1克。白胡椒粉少许。现在看老师来怎么指导。怎么指导？对，我们先来、炒馅料。那我们今天馅料跟传统的搭配方式不一样，我们今天是用这个大头菜。大头菜，对。啊，那是大头菜。对，这是大头菜，我是只有1/4的大头菜。哦，刚远看还以为是挂机嘞。对，像。那我们就把大头菜切丁。切丁。对，好，现在可以切丁。刘继明有做过菜吗？欸，很偶尔，很偶尔。哎，眷村的孩子没有做菜的不多哎。没有，我妈很不愿意让我进厨房。很能干，对不对？她非常不愿意让我进厨房。她怕你在那边碍手碍脚，对不对？对。哦，所以每次我进厨房，她都把我赶出来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看看这个孩子呢，应该有天分呐。你好好仔细学一学，然后这个可以表演给你妈妈看。菜刀上还沾到了哎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你看多不常进厨房，根本就很少嘛，对不对？有啦，进厨房可以吃东西啊，就直接吃的。站在这是我去厨房最主要的目的。然后还是被赶出去。对对，这个柜是从那个什么插柜延伸过来吗？对，插柜的话，它都会包一些这个萝卜丝啊。对对对，其实我吃不惯。我吃不惯，我一直都吃不惯，就觉得它那个咸不咸，甜不甜，然后是啊，是超贵，我还蛮喜欢的。
但是叉桂在台湾算是很传统的点心，对，一定很传统。哦，有分对不对？有分，像如果客家跟闽南的话，客家的这些叉桂就是用这个艾草，就是我这个艾草。对，那反而我就比较不喜欢艾草。哈，你不喜欢我哈？因为艾草的味道它比较强一点。哦，艾草味道比较浓。对，对，那我是闽南人的话，我们就是常吃的就是这个鼠菊草。鼠菊草它好像。很奇怪哈，你也没看过，没听过。以前我就觉得我很奇怪，就会看到很多的阿嬷有没有？他们会在公园呐、路边呐，去搬那个草。他一直说搬草啊，我说你们在干嘛搬草啊？就是那个东西，对不对？对，像那个，像我们在那个暑假的时候啊，然后放学之后呢，每天呢、每天就会去那边寻。那现在田边呐，对，现在但是那个量越来越少。他好像也没有人说，去种植，像艾草现在有那个在苗栗头份那边有大量在种哈，可是鼠曲草好像很少。对，没错。哦，所以你从那边发展出来红黄，好，等一下我们再来看怎么红黄。哇，很厉害耶！厉害，对。刘经理不错。对，现在直接让你炒了哈，让我炒。对，先把它丢到锅子里面。他有兴奋，对不对？啊，还用跳的。所以这是要用大火吗？不用，我们现在用中火先炒就好。对。那我们也不用用姜来爆香，都不用哈。就直接下来炒。对。那这个大头菜是非常甜的，我们先把这个甜味炒出来。大头菜有没有季节之分？有，有啊，有季节之分。小黑师傅刘金明切的比你还细。他切的比较细，他怕人家吃。你公安呢？小片，他的刀工还不错啦。所以说，刘俊明，你妈妈没有让你下厨，有一点可惜呢。你有天分呢。我们先加一点盐巴那加了盐巴之后呢，这些大头菜的水分会慢慢的释放出来。这么一点点？对，一点点就好了。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加一点这个素皂在里面。那等一下，我们起锅再加上这个很营养的这个松子。哎呀，我喜欢。松子很香耶，炒起来。那松子的话，我们要先烤过。先烤过。所以烤松子就是用那个干锅烤吗？干锅现在半炒也可以，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温度。低温。对，低温，因为它变烤焦的速度还蛮快的。那你不能一下子就把它烤上色了，因为烤上之后呢，它的余温会更深，就超会搭了。好，所以刘金明你要记得哦，你今天学了之后，你回家要赶快做，不然会忘。真的。好，这个素皂放进去。对，那我们起锅加一点香菜底香。哦，这个感觉就比较不一样，所以这个，我记得。不管是鼠曲草还是艾草，其实它是没有放进里面去炒料的，对不对？它是拌在外皮上面。对，那我们今天外皮的部分，我们现在用的比较创一点，我们有两个颜色，有南瓜，然后配上这个鲜红色的火龙果。哦，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火龙桂，另外一个南瓜桂，两个，我们两个要搭在一起哦。哦，两个要搭在一起。要把它混起来就对了。那不是桃红配上黄色变橘红了吗？不会啊，我们现在面团的话，我们就是用两个，像我两个面团会分开来，然后再结在一起。哦，不同颜色是不是？哦，那很棒。这时候这个料我们还是要把它炒到大概将近要透才可以包进来。好，所以说现在这个部分就比较那个。哎，这样子好不好？刘俊明，你是。你是来学的，不能够老是在那边吵。你去做那个，好，那这个我来，好不好？反正我没有要学，所以你要仔细。如果说好，因为没有办法给你做笔记，所以你现在完全靠脑子。好，这里我们两个有两个这个糯米粉，那原则上如果在吃传统的话，最好是用原糯米磨浆。好，然后再把水脱干就好了。对，那如果急着要用的话，我们就是用糯米粉。那粉的话，你在家里的话就用500克的粉，500克，对，然后兑上240。超级市场的粉糯米粉也有分长的圆的吗？没有，但原则上就是糯米粉。好，就买糯米粉。好，
240的糯米粉的话，大概是兑大概120的水状的东西。对，那原则上我们今天搭的是南瓜丝跟这个火龙果。火龙果的话，我们就是把它打成泥就好了，打成泥就好了。对，那如果南瓜丝的话，我们把它蒸熟，加一点水，把它打成泥。哦，要蒸熟才能打南瓜，要蒸熟。对，好，那刚开始呢，我们可以先把它拌匀。拌匀。好，那里面我们再加20cc 的油，可以加橄榄油也可以哦，加橄榄油也可以。为什么要加油？加油的话，我们做起来这一面的话比较会光滑一点。嗯，好。请问一下，那个拌的话，它用什么样器具会比较好拌？叉子吗？拌的时候，等一下我们就是先和匀，等一下我们还是要变成用手了。哦，对，还是用手去捏它。对，还是要用点水。哦，好的。红的五果，我的就是红的，好漂亮的颜色，好漂亮！我最喜欢红红果，对啊，尤其是我就是爱那个红色，而且它也比白的甜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对对，哦，口感比较好。好，你把那个水分吸干之后，就可以变用手下去。所以老师，我这样子可以用手了，对。哦，所以你可以开始用手去搅拌。那我这个香菜可以放下去了，香菜可以下去了，下去就熄火了吗？对，要熄火了。好。哇，这样子，其实一起在厨房做事情不是挺好吗？很有乐趣啊。对。对呀、啊。好，是时候亲子厨房有点干，可以再加一点水。我可以再加点水。对，那这时候水不要加一次加太多，慢慢加。对，你加太多，它就变成太湿了。所以它的那个水分是不是可以全部通通用果汁来代替？可以。OK， 全部用果汁来代替。就是南瓜的话，就是让它南瓜打泥打成汁，对，全部都是用汁，它会变得比较更黄，对不对？颜色会更好看。对，好，对。那在这边考一下刘建明，如果说你换别的材料，那你还会用什么东西来做？换别的颜色？别的颜色？菠菜呀。哎，菠菜好不错啊。水果汁应该也可以吧？什么？不但会不会太甜呢？你好啊，我想我问你，你要用什么水果？苹果汁还蛮好喝的啊，西瓜汁也很好喝、啊。我就知道，他就是讲这个。请问苹果汁揉出来是什么颜色？还是白色？黑啊！啊，西瓜汁呢？黄色啊。哪有人用西瓜汁？西瓜汁可能偏甜，就比较不适合。太甜了，对对，太甜不适合，对不对？所以果汁还是得要选。要选，对。虽然是我们火龙果，但是火龙果它的颜色比较深。你看多漂亮！你看看多漂亮！对。我为什么喜欢火龙果？就是因为它是桃红色、粉红色，是我的最喜欢。这好喜的颜色，好好哦。看一下你的湿度 OK 吗 ？OK， 对。那我们就把它抓起来，就把它用匀。嗯，哎，这个柜做起来是可以真的过年拿来，这个很讨喜过年吃。可以啊，或者是你说把它搓成圆圆的，直接煮汤圆就好了。汤圆，对对，煮汤圆，而且里面也是可以包馅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没错。因为我们一般的那个汤圆红白圆子，它是用色素，对不对？传统的色素。对。那所以用这个来做就天然的啊，厉害哟！哦。哎，我们这个炒好了，炒好了，好香啊！锅了，那我要放在盘子里还是放碗里？我们放这。好好 ，OK。这个我们，哎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馅料哈，我比较喜欢哎，那是我个人炒起来很漂亮，很好，很香。这馅料就这样就可以吃了，配方就很好吃。对，这个拿来拌饭一定很好。哎，对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其实是不喜欢超阿柜里面的萝卜干的馅料，真的，那是个人问题。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好吃哎。对呀、啊，就是很好吃啊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包。哦，然后请问这个要放凉吗？这个馅料，如果是在家里不急着要吃的话，就要放凉。对，那我们直接要蒸的话就还 OK。哦，好，来这个就。放在这边，好。那这时候蒸的时候，你可以依照个人的喜爱去做装饰啊，像做，你可以用这个把它做成小猪的形状也可以。嗯，就把它贴当成小猪也可以。对，小黑老师真的好有创意。报告老师，我如果说是做，我可以用芝麻、黑芝麻糊吗？可以啊。让它变黑色。可以变黑的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再另外一个白色。可以。可以做圆仔。圆仔真的，那是很可爱。圆仔柜，
对啊。好，我今天是用双色的，哎，好，但是我没有混在一起，我故意刻意就是把它这样做双色的。我跟你讲，它真的就是不一样。对啊，好有创意。我以为他只会说啊，包一个黄的，包一个红的，因为他这个人的个性绝对不可能这样子。他竟然把两片粘在一起。我们两片边粘在一起之后呢，然后把它收口，变成花的。然后就有两个，蒸起来的时候会有两个颜色，对，对，哎呦，还是又想玩了哈？哦，对呀，咸蛋这里怎么行呢？对不对？好，那这样子，我们就学生在这边做好。那但是呢，老师，请你帮我们讲一下，你应该不会讲吧？像曹阿贵，他们会闽南人啊、客家人啊，他们大概是在什么时候会吃啊？曹阿贵的话，就像那个。过年过节啊，清明节这些都会做，有季节性的，有季节性的，对。那清明节是做最多的了，是不是因为鼠曲草有季节？对，季节鼠曲草也有季节。哦，那现在好像听说他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做，是因为他们会把那个鼠曲草或艾草拿来冷冻，冷冻。对，就是现在我们像我们家以前小时候呢，像这个鼠曲草的话，就是在暑假会去拔。那拔完之后呢，然后去把它剁成碎，然后洗要洗个一点，剁成暖暖对，然后再去挤干，稍微洗一下之后，把那个青色味道的这个草味洗掉之后，然后再去晒干这样子，然后晒干之后呢，就可以放一整年这样子可以用。哎，我们小黑师傅又不知道想要干嘛了，所以大大小小随自己的喜欢。对，你可以按照自己的形状下去做捏。哦，这个真的很好玩，这个就是最好的亲子厨房的那个了，对不对？我儿子说，哎，爸爸，这好像在做粘土。有这样的感觉。哎，小黑师傅，你会让儿子进厨房吗？会啊，他会在那边捣乱啊，也要学着这样做。你不会把他赶出去哈？不会。所以你儿子多大了？现在是4岁。4岁啊，然后他不够高，会拿一个小板凳，好可爱哦。所以你会让孩子在这么小的时候也去接触一下，会，哎，这样很好。对啊，这样增进亲子间的情感。嘿嘿嘿，这样。不过你就要提醒他不要动火就好了。对，怕危险了。是好，那我们就是，哎，这个像我没有办法把它包得很密合，没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我们就用下去补就好了。那我们就是可以这样子做，但是我现在又想要请教一次，就是说我们吃那个草阿贵哈，一定是咸的吗？其实不一定哎，像我有吃过里面有咸甜的。我就是不爱讲那些咸甜的呢。我觉得还好，我都可以接受。有那个什么包甜的草阿贵吗？有甜的啊，但是包甜的话就不能讲草阿贵，因为它没有加入这些草在里面了。我那个皮用炒的啊，但是那个可以那馅我们可以换成什么？你讲的应该是安菇桂吧？安菇桂，像安菇桂那样豆沙的，对，就红红的。哦，所以说没有安菇桂里面才可以包红豆啊，绿绿的叉桂里面不能包红豆吗？其实可以，其实你要包什么？就是随自己啦，混搭啦，对啊。现在其实我想，我在想啊，以前应该是还是有它的规矩。对不对？那这个历史我们就上网自己查一查吧，对，好不好？然后现在年轻人几乎都不吃这个，会比较多，对，真的不，因为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吃汉堡、薯条，对，还有草莓蛋糕，对，草莓蛋糕上面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啊，对啊，那原则上我们今天是用馒头纸，你也可以用月桃叶子啊，对，月桃叶子或是这个柚子的叶子下去蒸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这个形状我们就各自自己来决定。那但是我们要蒸多久时间？我们大概如果这样的大小，我们大概蒸大火蒸8分钟。8分钟啊，好，然后那个现在你就要蒸了。对，我们今天进去蒸哦。啊，这定哦。哇，好，那我们进去蒸，然后等8分钟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吃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做食物有时候就是要在这里面得到一些乐趣，就是要去玩它。嘿，对，所以这是我妈不让我进厨房的原因。好，是妈妈是对，妈妈有她的为难之处。你知道我想做什么吗？马卡龙吗？啊，这样可以吗？可以啊，你可以蒸就对了，这样都可以蒸，它不会破，它不会破。最主要是不会破就好，但是小心哦，不能这样。好，赶快放中间。OK， 来，
现在没代志啊，哈，我们现在就是等它蒸好，对不对？啊，有四个先蒸好的。我想吃我们自己做的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样比较有成就感。来，你把蒸先蒸好的给我们看一下。你这是用什么做的？一样火龙果啊。小美，所以火龙果蒸完颜色变这么深啊？哎，对啊，颜色色差好多。所以我们那个等一下出来也是这个颜色吗？对，没错。那你像我有一点失望了。不是你要的红色，不是你要的红色，不是那个粉红桃红色，它怎么会变这样 ？OK， 那我们就等一下好不好？好像莲雾，好像西瓜。好吧，等一下吧。红黄双子果做法是糯米粉分两盆装，分别加入火龙果泥与南瓜泥，再加入少许的开水揉匀成为面团备用。起油锅炒香大头菜丁，并且加入香菇素皂、香菜末、白胡椒粉拌炒之后，加入松子拌匀备用。分别取火龙果面团与南瓜面团混合之后压成片状，再包入馅料，入蒸笼大火蒸十分钟就可以了。哇，如果说像这样子摆盘，我的天哪，很精致，漂亮，绝对不是菜奇亚茶贵，不一样了，哦，不一样，档次差很多哦。但是呢，我们来吃吃那个馅料，嗯嗯 ，Q 弹，外皮真的很 Q 弹，小黑师傅。这个里面真的不能包甜的吗？我还一直在可以在想，它这么漂亮，我如果当做饭后甜点了，可以，当然可以啊。嗯，对啊，所以只是说改成甜点之后，它就不叫超阿贵而已嘛。对，其实它现在改的话，因为就它现在已经不超阿贵了，已经不是超阿贵了，对，就叫做昂贵哥。这是变成是水果的贵，火龙果的贵，对，火龙贵。嗯，火龙果也可以，那实际上就是我把它基本的元素都改变掉了。嗯，对。那超阿贵的话，就是讲的就是要艾草，对啊，或是雏菊草这些的东西。嗯，那是有历史典故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那像年轻人，一般年轻人接受程度的这些味道，也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。对，我觉得现在年轻朋友就是喜欢比较创新一点的，对，不管是在内馅或者是在外观方面，对，他们都很注重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可以把它弄什么甜的南瓜泥啦，可以啊，或者是枣泥的啦，地瓜啦、南瓜泥啦，然后一些薯泥啊、芋头泥啊都可以。啊，我觉得包芋头还蛮搭的。对对对，是我刚刚就是在想说是什么样甜的芋泥很搭，对对不对？没错。你还记得刚刚的整个步骤吗？500克的糯米粉，然后再240的那个液体的，不管是果汁或者是打成泥的那个南瓜泥水，都可以下去拌。油多少？油只要一点点。好，这个会了，里面爱包什么馅儿都靠自己的创意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其实好像听起来不难了哈，很简单，超简单的。嗯，好，那我们也很期待呢，我们的观众也大家自己试试看哈。那今天我们的刘金明，哎，金价谈掉啊，好，金价谈掉，谢谢小黑老师，谢谢，谢谢，今天做给妈妈吃 ，OK， 感恩，好，感恩。